第一次到香港吃港式阿飞，是这样叫吗？他在每一楼打开就会有一个新的东西，好像就会让我觉得啊，好兴奋，好兴奋哦。嗯，我喜欢这种黏黏的、这种软软的感觉。食神四大名菜之一，黯然销魂饭。哦，第四回。哦，哎，游戏还没开始。每周日晚上八点，请锁定 TVBS Asia《演员们的旅行》。记得 subscribe 我们的 channel， 按住个钟仔，同埋 like 我们呢条片啊！